诸佛菩萨大悲心，何其作酸如来幻，令一切邪魔鬼道，无令恼乱诸众生，牛闻正法啦，立誓愿，立定见，行素无量。各位菩萨，学佛发心，既是学佛啦，绝对爱坚定道心，一直到成佛，众生道尽，方证菩提。这是多一尊菩萨的愿呢？地藏菩萨的大愿呐，学佛的人，敢是敢那地藏菩萨发安尼的愿呢？既然讲是学佛，学佛就是为着成佛嘛。也那无，咱何苦都安尼来学佛啊？学佛道场生活爱吃苦耐劳啊，咱就是为着要成佛，为着要体会正法，在人间咱懵懵懂懂伫咧生活，人甲人的中间互相未了解，彼此的中间，家己迄个无明感，安尼不断呐，一格一格来感，格成了呢一个大的无明梦，一世人迷迷茫茫的人生，到底什么时阵才有法度真正透彻啊？这是非人事，安怎样才会当把这个结完全拢透开，无有障碍，无有烦恼？海阔天空啊，那智慧透天，这就是咱要学佛的目标，要安怎智慧透天啊？所以咱爱学佛，学佛就是学的呢，咱的真如以宇宙天空万物道理汇合在一起，这叫做感。感悟，感悟的人叫做佛。学佛就是要安尼啦，安那无呢？人生苦难偏多啊！人人本具佛性，何苦劳动？地藏菩萨守在地狱，伫咧度众生呢。地狱啊，永远都无空的时，因为众生啊，烦恼无明，觉真深啊，不断伫咧复制。地狱受苦的众生，哪有会空的时呢？所以啊，地藏菩萨啊所发的愿，真正是遥遥无期呀、所以必定爱人间呐、改变了人间，
将人间的心观念方向改变啊，自然啊，心开意解，人人就地觉悟，何必呢？到地下去受一大堆的苦难呢？所以，常常安尼讲，帮助佛陀弘宣正法，其实也是帮助地藏菩萨，会当赶紧呢地下空啦、啊。地藏菩萨一旦成佛，啊，敢是帮助佛，甲帮助地藏菩萨吗？话讲倒转来，帮助咱家己，让咱家己呢心开意解，让咱家己真真正正唔免伫人间啊，有不得自己，所以咱。做咱家己，真真正正，这大时代啦，大是非呀，完全爱大觉悟，这呢是为咱家己啦，所以咱爱学佛，诸佛菩萨大慈悲心。何其祖孙如来法，其实讲是何其祖孙如来法，这如来呢是人人本具呀，人人的正法应该都体会都觉悟，那就这个道场来磨练自性。好啦呢，这如来觉性，哎，赶紧会当体会感悟，所以讲照着诸佛的名称啊，其实是咱家己的道场，咱来想是咱家己的道场，咱经过在。较贴切咯，当然发心修行，这中间咱曾讲过，这个中间呢，啊就是咱的道场啊，咱爱发大慈悲心呐，咱爱帮助佛陀。那讲是帮助佛陀，是启发咱家己呀，爱深入灵魂，以灵魂呐多结善缘，造福灵魂，人间呐真正是苦不堪啊，由不得自己的人间呐，到底安怎来？到底选择伫倒一个？地方依报正报是什么款？真正是不由自己，苦不堪呐！这一切都是咱的路行偏去啦。啊，这个路会行偏呢，是咱家己的无明。是外面的缘呢，来给咱牵引，让咱路无正，所以呢，就邪魔越多，咱家己呢走偏多去啦，超越了咱家己，大菩提得道这条路呢，咱家己出轨出离。咱这个规则吼，那所以呢，偏去呀，是外面的力量来诱引咱偏呢，或者是家己的无明呢，
偏差。那总共一句，就是道心嘛，无坚定嘛，所以令一切邪魔鬼道呢，有迄个因缘，把咱牵引出去。所以希望咱会当坚定道心啊，将如来法啊，经过再较用心落实啊，人人呢有因缘来接触，才袂去受邪魔鬼道呢，该恼乱啊，乱了修行者的心，乱了呢，咱凡夫心。凡夫的心本来就是无明，无有一个方向，再加上了邪魔外道轻轻煽动一下，那就安尼无明福气啦，扰乱了呢众生的心嘛，所以咱要好好修好。人间呐，继续学佛，那就是要成佛。中间这个菩萨道的正法，咱来坚持立定，立定咱的心，听法来，爱听入去啦，唔通安尼去漏掉去啦，爱好好。傲文正法立誓愿，立四方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咱爱好好用心傲文。爱真欢喜来听，听正法，保护咱的心，护咱的心念，保护咱的心念，开启咱的智慧，分辨错，或者是是对错呢？咱爱也要分清嘛，咱。就是经历了历定劫，但还是呢，因为四方誓愿，咱必定要身体力行，殊无量誓嘛，慈悲喜舍，在人群中，这是咱人人应该爱有的啊。世间的苦真多哦，归根结底，美国啊，咱菩萨回来啊，其中呢有一位史蒂芬吼，史蒂芬吼，他是足善良的，伊细汉啊，伊就离开了狮子山。狮子山呢，是伫西非。西非呢，共有16个国家。啊，这个狮子山呢，是伫这个西非16个国家的中间，国无大，整个国家都是真贫哦。咦？离开了这个国家了后，伊会当在美国求学啊、读书啊、大学毕业啊。现在呢，是伫咧修博士学位，伊伫美国已经成家了啦，有汽车，有囝，但是伊的爱心。伊熟悉了自己啦，了解了伊个国家呢，伫2014年啊，
发生了伊波拉这个病毒，一直传染嘛，已经传到几个国家去了，死亡惨重啊！迄个所在医疗匮乏嘛，迄段时间常常都看到迄个画面啊，逐天逐天啊，人伫咧往生去啦，人住院呢足无尊严的啊，伫咧涂骹恁，伫咧总共一句呢，看到就感觉亲像地狱同款，一种苦难、惨、很惨痛的景象，就是安尼现前起来。无奈呀，后来咱感觉应该爱帮助啊，还要安怎帮助呢？爱找有什么款的因缘会当去帮助因呢？总是有心有缘呐、啊。美国有人有这个企业家，在狮子山的建厂，来做这个电梯的工厂，因为因这个集团看到这个国家善恰病来，有当时爱药啊呢，向外求援啊，也来不及啊。真多真多的病，身体真欠水分来维持因的身体，所以这个集团是的，像他这个。集团呐、啊，伊呢就伫迄个所在爱建工厂，啊，建工厂就是点滴点滴啦，啊，会当若有病呢，啊，就供应回点滴水分先给伊饲伊的身体，啊，这是一个慈善的集团呐、啊，啊，咱因为介伊有这个因缘。熟悉咯，这安尼这条线，那就是呢，咱入去狮子山的因缘呐。第一年过了年啦，就是年初呢，咱赶紧用救济的物品呐、啊，看到因人病拢是伫涂骹恁。复慧城真需要，咱赶紧准备复慧城，他那甲相机化呐，种种主要生活的物件，供给营养，病床、毛毯，安尼呢，四卡四十尺的货柜吼，大货柜啦。四卡四十尺，一卡二十尺，安尼就从海路呢行过去啊。因伫个所在啊发慌啦，这斯蒂芬他就是会当愿意发心入愿，回去伊个故乡去负责这类代志。当然啦、啊。要回去的以前呢，也都要受过训练，要安怎样接触这个病人，物件要安怎去，去到迄个所在，家己要安怎预防。伫美国受过训练，培训了后呢，负起了安尼的使命啦，看伊伫迄个所在。在咧发疯的时，甲人在咧接触顶顶啦，那个物件呢，送予这需要的人，迄种恭敬尊重
虽然遐个拢是病人啊，伊呢对家己的国人、家己的乡亲呐，迄份的爱安尼表达出来，从迄当阵开始，伊发心留愿，要伫组织一团体中，愿意付出，所以伊已经决定即回来啦。在台湾，在花莲，也投入医疗志工，也对咱的志工菩萨呢，去访贫，去居家关怀等等，伊爱吸收真多呢。要安怎接近贫困的人？要安怎接近苦难人？伊呢？用心学，学真多啦！伊决定啦，要从美国的母子呢，安尼全家带转去这狮子山啦，给我听呢，真感动呢。在迄个所在走都走未出来的人啊，真多啊！啥人愿意住伫遮尼遮贫穷、卫生条件遮尼歹、生活遮尼遮困苦，大家人都无希望住安尼个地方。但是斯蒂芬呢，他本身呐、啊，从细汉就会当离开啊，即卖伫博士个研究呢，开始呢，伫咧。提这个学位的过程，他愿意先放下，甲全家拢总要移转去狮子山，要让大家人有信心，要让母子也会当回去家乡去服务人群，这呢实在是无简单啊！唔只是伊家己亲身发心啦，连伊个太太也愿意啊，成就伊，陪伴伊，全家呢愿意安尼回去，这实在是真无简单哦！啊，咱一直替因伫咧看无啊。除了这些物资寄去了后，因国需要的医疗的消耗品啊，医疗用预防的手套等等啦，了后国再需要的鞋啦、衫啦，大家拢脱车卡搭伫土的面顶，感染的机会足悬呢，所以需要穿鞋啊，需要呢。哎，有衫，天气寒啦，破烂的衣服需要呢。那旧的衫，伊嘛真欢喜接受啊。咱开始呢，报答啊，大家人若有旧衫，整理理咧，就是安尼报答出去的消息，会当得到生意畅啦，明白诶。代理商啦，纷纷呢都愿意捐啦，捐出来的数量足多啊！因装货柜啦，啊，都规个拢寄去，浩浩荡荡。哇！看到美国的负责人，当然我都讲，量伤济过去啦。狮子山的人人口无真多啊。寄这么多的鞋，有菲律宾的鞋厂，有这马来西亚的鞋厂，大家人呢，安尼专条线落去做，有的清仓库出来，安尼的物件拢总寄去。我讲哦，伤多哦，恁伫迄个所在，是不是会当邻近的国家贫困的地方啊？啊，这些物资也会当支援美国，咱美国的总会都赶紧呢，
去了解啊，哦，近迄个所在也是小国家，也是真贫困呐。伊总共要发三个国家，咱寄去嘅物资吼，那有诶是二手衣啦，有诶呢是完全新诶名牌诶衣服，或者是呢鞋啊，即拢总呢。数量真多，应该分作伫迄个基内亚、古奈比瑞亚，那还有狮子山，因安呢，该用三个国家来分配遮个物件，所以即爱用真多人工，爱去迄个所在呢去分配，所以。斯蒂芬呐，伊都是爱在迄个所在呢去做长时间呐物资的配送，也予最最需要的人所用的。所以这些伊全家要搬转去，要去守护呢，遮尼遮多贫穷苦难的家庭。这么这么多呢，这贫苦呢无依无药，那哪爱有人在那个所在才有法度供应的物件到达去发挥帮助救人的工作。总共一句，周围有人的爱心愿意付出的物资，在当地呢一定要有安尼的经济，伫迄个所在，会当了解当地真需要，接物资、发放物资，伫迄个所在去带动。啊，这位斯蒂芬呐，让我感觉他是真正献身人间菩萨啊，这是人间的典范，真正是。予人真感动吼，人讲的菩萨拢是过去啊，无量劫。其实呢，现在的菩萨呢，在咱的目前啊，真多哦，甲咱共作啊，帮助咱去更搁较远、搁较遥远的地方呢，去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实在是真无简单。真不容易离开迄种贫困的地方，已经是几十年啦。他现在愿意呢，再过回归到回去，这实在是安怎想都感觉，这个人真特殊啦。所以我真佩服这位在我的面前呢，甲咱无同肤色的人种，甲咱的语气拢无同，确实呢，甲咱的心是遮呢遮大心嘛，会当帮助咱去发挥遮呢大，会当三个国家，伊现在转去了后，这三个国家呢，肯定啦，会当得到真好的物资呢，啊，该。地因的苦难吼，所以讲，诸佛菩萨大悲心，护持助宣如来法，咱所接受到的佛陀教育咱，慈悲喜舍，咱都爱有慈的心，哈，悲念众生啊，愿意付出啊，亲像这，就是佛陀所教育，但是呢。有物资愿意付出，也嘛都爱坚定啊，爱立四方誓愿，无尽的众生誓愿多啊，无量的烦恼誓愿断呐。这咱拢总爱学的吼，啊，无量法门誓愿学，那佛道无上嘛誓愿成啊，咱爱坚定信心呐。不断，不管是立弘誓愿呐，或者是行四无量心，
咱众生的爱身体力行哦。好，前面的文呐、啊，讲慈悲喜哇，护了那亦以七佛说法人中，二得第一哦。那今以我所说法人中，亦为第一。以现劫中，当来诸佛说法人中，亦获第一。这咱拢怎讲过去咯？富留那呢？前面佛陀所讲的九十亿佛数吼，安尼祖孙佛法啦，嘛是说法人中第一啦。现在又说得更近的呢，就是过去的七佛啊，或者是呢，上近的现劫啊，现劫千佛中啊，也还是会说法人中同样呢，也是第一哦。过去既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未来应该也是这样哦。所以啊，这些富留那弥陀罗尼主呢，佛陀所赞叹呐，弟子中之一吼，他是最贴切佛的心，讲佛陀要讲的法，做佛想要做的代志，伊呢真贴心，这就是佛，所以赞叹呐。下面一段文呢，安尼讲：二界护持，祖孙佛法，那亦以未来呀，护持祖孙无量无边诸佛之法，教化饶益无量众生。过去是安尼。在诸佛所祖孙呐，现在在释迦佛的道场中也是安尼，可是未来呀，还是呢，佮继续呢，还是护持祖孙。未来真侪佛啊，会发吼，这就是富留那弥陀罗尼主啊。过去，实在是现在，实在是未来诸佛所，拢总是同款，也已经历长久的时间，都是安尼无变的心，都是安尼无变的方式缘，就是安尼呢，身体力行的无量心嘛，既然。历经这么久的时间都过去了，现在是这样，未来绝对是无变，同样也是这样。所以二界护持祖孙佛法，在过现未来诸佛所，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地方啊，拢同款，世界如是吼，祖孙佛所教化，那亦以未来护持祖孙无量无边诸佛之法，这一旦安呢，唔只是过去无量佛啦，也唔只是呢，伫现劫过去。七佛吼，那按讲过去，那以未来世啦，无边佛所，亦该护持祖孙正法吼。干那这七尊佛的时间都无法度去计算呐，一尊佛要一生，都已经呢无量劫都无法度算数啦。何况现劫有千佛呢？
偏见甲正畸天啊，是安怎叫做偏见吧？那就是现在之势，对现在来讲，这个时阵就是叫做偏见吼，是释迦佛这个时代呢，这个时间呐、啊，的名称叫做偏见吼。那就是讲这个见。劫就是时间，这个时间呐、啊，大千世界呢，初欲成时，这那都是讲真久真久以前啊，现劫的最初，那佛是第四的佛咯，吼，释迦牟尼是第四啦，所以讲现劫最初一时。迄、那个大千世界啦，就特别行去当尊，那就是一片的大水，所有的世界拢爱生灭，才搁再重来啦。所以灭了后，开始搁重来的时，所看到迄当尊呐，是一片的大水呀、啊。咱常常讲。四大不凋，那、啊、就是四大不断循环，循环到呢，最后会啊灭掉了一切，风吹掉了一切，一切拢空咯。到这初劫开始，那就是大水啦，真满哦，整个。大千世界一片汪洋啊！在这中间呢，有千枝莲花出现，金光普照啦。这是正畸天看到，看到这片大千世界呢，哦，完全都是一片水。这片水的中间呢，竟然浮现出了呢千枝哦，几千蕊，诶，这个莲花啊，安尼一枝一枝一直浮出来啦。这中间正畸天也看到啦，就安尼赞叹：稀有啊，出水，这里。世界，这个三千世界啊，真正是真奇特啊！是安怎有安尼一千蕊的莲花呢？安尼忽然伫水中浮出来啊！哦，这应该啦，有将来千佛形式，这个劫啦，现劫。这个中间真长真长，这长的时间内底呢，已有千佛出世，这是正畸天所看吼，所以一是因缘呐，随意出劫，何为现劫？所以因为安尼，这个长时间名称呐，叫做现劫，现劫千佛。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伫这现劫的第四佛啦，所以佛来这个人间呐、啊，富留那弥陀罗尼主嘛是经历了过去无数劫吼，那、哦、这度众生啊，释迦牟尼佛呢，还是伫现劫这个中间成佛啦。富留那呢，也是伫这个中间依佛东西，这拢是因缘呐。真长久累世都是安尼修行安尼过来吼、哦，所以现在在释迦佛的道场，同款呐，伫咧教化饶益无量众生，对待众生呢？顺顺善友啊，
教训度化，饶益群生，众生真多咯，都爱安尼适应众生的根基，对众生呢总是恭敬，所以佛诸菩萨都安尼循循善诱，适应因的根基，安尼来化度吼，那也爱教。也爱分吼，那安尼来度化吼，这会当饶益众生，这教化众生呐，令伊利他为自利功德，这就是明清讲，咱伫咧教化众生，其实呢，施主施主为着你要去教众生，你都爱。先了解一寡道理，你一旦了解这么多道理，就是因为你要去教化众生，所以你一旦去利他，其实呢是为着自利功德。吼，你付出给别人，其实当你付出给别人，这个中间，迄个功德呢，就是伫家己的心灵累积起来啦。当你伫咧教育别人诶时，那就是呢，你会慧命增长啦。所以常常讲，这是道场啊。那再来讲吼，令入五六道罗三藐三菩提，为净佛道故，上勤精进，教化众生，渐渐具足菩萨。知道，这做佛陀来教化令入五六道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使令众生呐，会当体解立智，弘誓求于无上正等觉。这是富留那弥陀罗尼子呢，教育众生嘛，希望众生人人呐。唔只是爱了解，也阁都爱立志哦，立志爱发弘誓愿呐，真正爱共同到达正定正觉的程度。所以为净佛道故，为清净饶益一切众生吼，这就是爱定定勤精进呐，才有法度。教化众生为着要净佛的国度，所以伊的修行为宜爱定定保持真好，那爱定定真殷勤精进来教育众生，常常勤苦修精进行，化诸群生，这呢就是富留那弥陀罗尼子的坚持。渐渐具足菩萨之道啊，就是安尼不断累积累积呢，伫这个定势哦吼，那因海果海如是积劫，渐渐修行具足菩萨所行之道，这就是累积啦，真多的种子不断的累积功德如海呀。智慧如海啊，这呢就是累积来如是积劫吼，安尼点点劫不断不断累积过来，时间真长啦，还是呢渐渐修行，会当因海果海做这么正多的善因啦，结遐尼正多呢成就的果实。那就是伊的智慧，那就是伊勇猛精进啦，祖孙佛法所得来吼，这就是安尼渐渐累积的长时间，所以具足菩萨所行之道，这就是富留那弥陀罗尼子呢，安尼长时间的付出，啊，各位菩萨。学佛啊，必定爱思将一
管呐、啊，学佛就是为了生活嘛，也那无何苦来学佛呢？学佛就是为了要解脱，咱迷茫在人间呐、啊。人间呢，事事由不得自己，人间呢，苦难偏多。啊，苦难的众生是菩萨的道场，菩萨无入苦难人群中，哪有法度成就菩萨？无成就菩萨，哪有法度呢？会当觉悟宇宙万物真理呢？所以利益众生，其实是利益自己，所以咱爱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